12月20号，71岁潘迎紫晒出参加节目录制与台湾综艺教母张小燕的合影。如今68岁的小燕姐，在比她大3岁的潘迎紫身边，看起来完全不是同龄人。网友留言：真的没改年龄吗？两个人完全不是一个年代的感觉。12月19号，潘迎紫晒出近照，已经71岁的她还是少女打扮，低胸装露香肩，完全不显老。她发文表示，整整4天为拍摄广告，从早跳舞至晚上，兴致勃勃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照片中，潘迎紫不仅是衣着打扮，言辞间也是满满的少女气。潘迎紫曾饰演武则天，在台湾播出收视率一度超过60%。潘迎紫虽然于1960年代就已经出道，但对自己的实际年龄一直讳莫如深，且于屏幕上经常有跨年龄的演出，外人均猜不透她的年龄。尤其是在《一代女皇》《一代皇后大院》中，由女主角小时候至演到老的表现受到佳评，也因为她能以数十岁的年龄演出青春少女，而有娃娃的封号。潘迎紫接受电视节目专访时，曾透露自己保养秘诀是长期运动与食用蔬果，并称要保持开朗的心态。虽然人生常有起落，只要保持赤子之心，就会年轻。除了美貌之外，潘迎紫的演技更是备受认可。